这个点。173。别动，173。你数吧。二六三六，中间两个二六啊。就这里。啊，这里当然。别动，对。等以后好了以后就跟这个一样。东西破了吗？是吧？没破。东西戳到肉了吗？不是。指甲。对啊。是的。要说出来我不看，你们这么一讲我很害怕的。又不害怕了还？又不疼。就是。我感觉他这指甲很难好哎。他指甲只能修修，定期修了。是不是长得很快？他这一都修多久了？一直是这个样子的。看见没？指甲长得不好。以前有过吗？哎，早就有了，但是没有这么严重。长得不好呀，那指甲。发现了，但是没有这样。就这个地方，别动，还有一点皮，就这里疼了，看到没？真的。我去。一般。哪有这么严重啊？一般正常。你能不能看到这一条缝？你能看到吗？就这里，就别动别动，就这里。这皮，这不是指甲，这皮。啥就不疼了？下去呗。下去好了以后就这样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不会像这边这么平，会鼓一点。那这段时间那个跑车就是运动比较多是吧？他们晚上体育考试。我们下个星期可能就要开始跑操了，因为我们操场修好了。没事，可以跑。可以跑，但是呢，鞋子穿宽松一点啊。他鞋子一向都很宽松，自从有了这个以后，那鞋子就从来就没有穿过那个。反正他这个脚长得，你别动，他这脚长得不好，长得就是欠甲。你看这边以前也发炎，你看不出来那里还鼓呢，这边也得好好修一下。上个星期都。他脚修不好就发炎。嗯。修不好就发炎，他脚。对。长得深，长得比较深。是的，这脚很金贵。是不是？有一点都会发炎。三个星期修一次差不多，这个时间再长估计就不行。看出来了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他这个指甲，他运动，还有一个学生他指甲长得本身就快，就特别快。我也感觉我长得特别快，那为什么头发长得是那么快呢？头发，那长到一定程度，它长得就慢，知道吧？什么时候能好？这个只能定期修修。不发炎，保证他不发炎，走路不疼就行了。那他这个得运动量小了以后才能好。再一个是学生们，在学校现在小孩子这种的特别多。很多，不是特别的，很多很多。是吗？